好，那么刚刚我们把那个 LED 已经接好了哈。那我们在看那个 LED 设定积木的时候啊，哈，它这里还有一个后面会有一个类型哈。那这个类型呢，就是刚刚我们讲了哈，看你要接几颗。那如果只有一颗，就是一乘一哈。那如果你是两颗，你就要决定它是直的放还是横的放，好，就二乘一或一乘二。那四颗的话就是。四乘一或者一乘四或者二乘二，就是直的或横的，或者是变成一个四方形。那至于这个长相到底长什么样，我的部落格里面有写了，所以如果你用那个点阵去搜寻，点阵那两个字去搜寻，这边会跟你写说八乘八的 LED 的连接的方式，就是如果是二乘一，它的前面那个二就是横的两个，就左边。但是它是从右边是算第一个，左边算第二个，那如果你是四乘一，它就是横的连在一起，然后右边是第一个，左边是算第四个，所以是从右边算过来的，好，这样各位了解它的顺序了，所以你在显示字的时候，它会从右边跑到左边，因为它是从第一个跑到第四个，好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然后以前在新国小我有上过 LED 的课，所以这边有录影啊，所以如果你忘记那个操作的话，这边可以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回来这边哈。好，那么所以当你的接脚都跟这个一样之后，直接就可以使用。那万一哪一天你这三只接脚被其他地方用去了，那你就换接脚。换接脚就要换这个接线的位置哦。好，那所以在更多积木这边，好，我们就直接使用它的这个部分。那最简单的哈，最简单当然就是直接显示跑马灯，好，或者显示文字。那显示文字呢，哈，它因为它的这个只有八乘八，它的点只有八乘八，所以如果你显示了一堆字哈，比如说 book。那它你直接执行，它就只会显示前面，那 后面就跑不出来。所以如果你的字很多，我们就会用跑马灯，好，跑马灯，那它就会，好，你用跑马灯，它就会这样子跑过去，从右跑到左，好，从右跑到左。那所以整串句子的时候，通常都是用跑马灯比较多了哈。好，那这边一样是英文数字，不能用中文。啊，一样是那个编码太多，容量不够的问题啊，所以中文进不去。好，那另外介绍一下我们比较常用的啊，这个就是给你们显示一般的英文数字，像我们刚刚讲那个英文，你要背英文，其实这个也可以用。好，这字还比较大啊，跑过去，但是一次没有办法看到一整串字啊。好。然后这是一些移动的部分，那其中我们比较喜欢玩的是这个制定图形，好，制定图形，好，比如说，啊对，然后它可以决定亮度，这亮度可以从1到15，好，所以如果你亮度是1的话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那15的话会很亮，好，就会非常刺眼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可以调整，好。那制定图形哈，制定图形，你点了制定图形之后，它会出现一个框框，一个矩阵的框框。这个框框就是让你自己点上去，啊，自己点上去哈。比如说，我做一个小人，做一个小人。那做完之后呢，如果你新增这一张就是第一张，这一张就是第一张，然后你新增，你再做一张，这是第二张，一样就可以新增，那所以这样就会有含这一张就有三张了哈。好，那你有三张的话呢，你就其实可以呢，就是可以显示第几张，
啊，比如说我要显示第一张，点一下，哎，第一张的小人就出来。那你要显示第二张，好，一样。OK， 那如果两张切换，第一张、第二张，就是动画。好，你就可以用等待。好，这样就是那个小人动画。好，好，各位试一下。那通常我们这样给小朋友做简单的制定图形练习之后，我们就会让他开始玩动画，所以他设计一段小动画。好，以前男生很喜欢看那个火柴人打架的动画，然后他就自己去设计一段嘛。啊，母亲节到了，就设计一段这个，我爱妈妈的小动画，哦，或者他要跟同学表白的哈，或者是说要有什么话要讲，反正就弄成动画，给他设计一小段，好，那你也可以出一些题目了哈，比如说核弹爆炸啊，那个动画应该是怎么样子？那它那个制定动画哈，它是可以存，把它存出来的哈，这样你就不用每次去点，所以你可以就是有时间的话就把动画做一做，把它存出，它会存出一个那个字，一个文字档，好，16进位的文字档，那以后你需要那些动画，你就从文字档里面丢进去汇入就可以了。所以像我们比如说你做一个99乘法的问答练习，那如果你是用 LED 当显示的话，那答对答错它也会有那个圈啊叉啊的动画，你就可以把它分别做好，然后用那个广播，就是答对答错的时候把它叫出来。好，那这 LED 哈，因为那个如果你要离线烧录，你想把它放在口袋啊，显示一些东西挂在胸前哈，
就会有点困难，因为 M block 我们可以用 M block 直接烧入嘛，哈，那可是 M block 里面好像没有提供这一个的弹式库，好，所以没有提供我们就没办法用。那可是如果你又想要放在身上要做显示的话，你就变成要用无线的方式，就变成可能要用蓝牙的方式去做连接，那就不能离开你的电脑太远，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况。